有这个词哈，这个所以伊拉哈，然后都有看怎么说哈，每个部落按照这个句子结构呢，每个部落它应该是主词哈，应该了哈，它应该是主词。那这边的动词就是有啊，后面都是解释。好，来我们看看哈，看看你的翻译是什么哈，应该。这些单词我们应该前面都有练习翻译过了哈。好，如果你好了，你就把它打上来哈。好，意涵打好了哈，很快哈。好，好，你是用哈扎哈。对，好，这个结构很好哈，他用这个嘎萨尼亚罗阿罗，所以这个结构就非常好哈，孤，好，所以孤就是后面是主词，所以。达萨尼亚罗阿罗，好，就是每个部落哈，各个部落，伊拉哈，好，没有问题。杜伊拉哈，马鲁兹盖哈，啊，莱赖努杜阿斯啊，马乌里啊，基本上没有问题了哈。那现在就是说，都有哈，你是用哈扎，哈扎，你在这边是当什么？哈扎应该是也有，也有伊拉杜，所以这个杜哈，那个小马有没有在听？有，我有在听。伊拉哈扎杜的话，应该不合适，哦。因为如果是杜的话，就变成它后面是，要说明有什么。当然，哦，所以好。你这个度呢，应该是它是什么？应该是有了，是吗？有了，对不对？对。伊拉多哈扎会比较好。哦，伊拉多哈扎，好。所以问题是你这个哈扎，看看要调整成什么？因为哈扎的话是也的意思，或者是又，它不是都。有没有？伊拉都啊，都的话，你会用哪个词？啥都满面。啥都啊，啥都伊拉都，是不是？好怪，啥都伊拉啊，都。伊拉都啊，啥都，伊拉都啊，满面，还是什么？伊拉都阿妈命。好，伊拉多阿玛命，然后呢？好，这个阿扎不要。伊拉都阿妈命。好吗？啊，用阿什么？嘿，好，都阿所妈以这咪样阿就妈通咪了。啥个？好，伊拉好，多阿玛命啊，马鲁兹盖啊，莱赖努多阿斯啊，毛利。这样的话，这个结构就对了哈。啊，为什么说这个度不好。行？因为度的话，它变成是受子，只是要说明什么。那你这个度的话，应该就是热。好，伊拉度阿玛命都有嘛，好，都有热，固定的，传统的生活领域跟范围哈。这样的话就顺了哈。我认为是这样顺了，但是你自己也是要问你们的，你应该是法兰奥的嘛哈。啊，我是考那个马兰方言别的。对，那就是法兰奥嘛哈，好，所以当然还是参考你这个文化篇里面的内容哈。
好。因为我是比较强调这个连接的关系哈，词跟词的连接，所以可能会有一些我的建议，但是不见得你要听我的哈，就是你自己参考，因为文化篇里面的内容翻译内容哈，就是你参考的依据嘛，只是我把这个词中文词呢有增加了一些，修饰了一些哈，大概内容大概是这个东西，但是呢，我的中文有给它修饰一点哈，修饰一点。嗯，好，很好哈。好，我们看这个书写哈，好，伊拉古马哈比南爱阿斯拉诺达杜阿善啊，伊加三年路阿玛命哈，多一个啊，多一个。好啊哈，这个啊就是多了哈，对。好，你的玛命在后面了哈，没有问题哈，伊拉古马哈比南爱阿斯拉哈，那你这边讲的就是就是已经显示出来显明的区隔出来哈。努达杜阿善，这个词也是可以哈。伊嘎萨尼亚洛哈，在各个部落哈，全部啊，基本上这个意思也表达了哈。现在就是说这个都啊，还是这个字都有哈，都有就是这个都有呢，你这个玛命有了嘛哈？玛命就是全部嘛，都的意思。基本上是没有问题了哈。那我的建议这边是度在这里加比较好，它是已经形成事实了嘛？有没有？所以加个度会更好，加个度会更好。那用马哈比那爱哈，马哈比那爱阿斯拉哈，也就是说，已经当成是标记了哈，标记，所以这个词也是非常好哦哈。那马鲁兹盖呢？它其实马鲁兹盖是指传统哈，传统的是属于这个概念，所以基本上这个两个词都可以哈。那那多阿善就是祖先嘛哈，祖先。好，多阿斯哈，理论上这个。那个扫码哈，你会用 Hi，读 us 哈，读 us，你不用也理动哈，都可以，没有不哎，行你哦，的哎，你还是要看你马兰方言首哈，先，你还是因为如果是马兰的话，它应该是用立顿，就是这个词，当然你都要会了哈，就是以马兰来讲的话，它应该是立顿哈，你啊等立顿好。啊立顿哈。好，没问题哈。好，再来我们看下一句哈。好，部落是由多数的氏族家族所组成的所以你看我们的句子其实很简单，氏就是我们讲的动词，部落就是主词所以乌，然后后面是姑，然后就娘了，就是我们。麻烦的就是由多数的氏族家族所组成的，你怎么把这个句子结构，词组结构，展现出来，按照这个单词来讲的话，我们可能也没什么单词了，氏族家族，那如果按照词的话，氏族将阿少，如果按照家族呢，可以叫做拉鲁马安，或者是沙拉维纳沙拉维纳维纳安，沙拉维纳维纳，都可以哈，安都行。
那氏族的话，它是比家族的概念更上一层。氏族可以说是大很大的一个亲戚范围啊，家族就是这个家，也就是妈妈啊，所以这个拉鲁曼案跟萨拉维拉曼案，它基本上是并列的，它是相等的概念啊。好，这个。遗憾哈，好。孤鸟肉好屋好，现在就是这个多数的氏族所组成的。哦，阿提哈耶昂阿少阿玛巴迪楞，好，理论上是通了哈，理论上是通。所以你这个概念哈，就是你是按照字哈，按照字的顺序，就是中文的顺序有没有？我阿提哈耶昂阿萨阿玛巴对，迪我楞，是按照中文顺你序。对对，所以你要不要修改一下，更顺，更像阿美语？这个乌跟想一孤下你哦。不要动，现在就是阿提哈耶昂阿萨阿玛巴迪楞这个，你看你怎么去修饰一下哈，怎么让它更当然你这个还是能够，但是有点点不太顺了哈，你先思考一下哈。我们先看一下那个，好，看一下书贤的，所以你等一下也可以参考他的，是不是啊？好，我。姑娘论的绑在好，这个没有问题啊。Misa obu an，你看 Misa obu an no alumanai ang asal，那个什么有没有？它这有，个概念，你下午你不看安你啊，的妈奶，你要怎么修改？你不一定要按照它的你这个你的句子结构，就稍微调整一下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换词。你阿里哈亚就是多嘛，没有问题啊，拿上。哦，阿里哈呀啊，嘎萨乌布弄阿萨。我阿里哈耶，啊，阿里哈呀，然后呢？阿里哈呀，阿里哈呀啊，马萨乌布古，阿萨，马萨诺，哎，好像怪怪的，其实你们不要动哈，就是乌嗯，跟孤的都不要动。现在是阿迪哈亚拿上他懂。马巴迪楞，这个怎么调整？你看它的结构哈，努有没有看到？嗯，努这是一对。个关键，这个是一个关键哈。然后，所以它的词组是阿鲁曼奈亚拿上有没有？你不论是阿迪哈亚拿上阿鲁曼奈亚拿上，我们先不谈哈。所以它的词组是这样子，所以。你的这个马巴迪楞应该怎么调整？马巴迪楞厉跟害米沙呀！欧布案是一样的概阿念。萨乌布。你不一定要用马沙欧布，你用马巴迪楞。马巴迪楞，所以他的马巴迪楞要在前。午安。哦，马巴迪楞不，哎，不对，哦，所以乌玛巴迪楞是不是？嘿。然后呢？努
또 아리 하야이 아리 하야이 아 나사 那我们先不谈这个阿里哈亚罗曼哈，不管了，它都是多的意思哈。那马巴迪伦是被建立嘛，哈，它是一个词组啊哈，你不要看它是一个动词，但是它是什么？它讲的是什么？阿绍，氏族，它主要的词是氏族，了解我意思吗？乌阿绍，了解，啊，乌尼亚罗哦氏族。 然后是怎么去形容这个阿里哈亚？啊，马巴迪伦努，哈，所以这个关键就是，你看都是用啊的话，你就可能就有点问题哈。所以，因为它有这个，就是我讲的这个，乌哈，努，都还有啊，好，乌可能还不至于，乌大概都是前面哈，主要就是这三个。 这三个，奴都啊，怎么去连接这个词组的概念？啊，孤你不用想了，孤它就是后面就是主词。可是词组的概念有奴有都有啊，就是你在应用的时候，你看这个地方为什么用奴？属于嘛，属于很多的什么？拿少氏族，怎么样？米少不按所聚集的，是不是？啊。 属于阿迪哈亚亚上很多的氏族怎么样？马巴迪伦被建立的，是不是？所以这个两个词是基本上没有问题了哈。就是你要多练习用努用都用啊的这个概念的话，你的翻译就会更顺畅哈，更顺畅哈。好。 好，还是只有你们两个人的哈。 那就辛苦了哈。好，我们先看一下，现今的部落仍然有头目及年龄阶级啊，现今的部落啊，所以这个动词在这里哈，有啊，所以部落现今的部落哈，所以按照这样的话，这个是。 好。好 이라사자고 가기다나도 가사 카포트노 아니냐야냐로 하 伊拉哈，伊拉萨萨哈，当然这个概念是对了哈，姑在这个地方哈，好，动词在这里，伊拉也没有问题哈，只是你把这个后面的这个句子结构呢，有连接到这个主词哈，那。 阿尼尼亚尼亚罗啊，就是现代的部落，现今的部落哈，现今的部落啊，这个主要就是这个句子的这个主词哈。好，嘎吉达安，嘎吉达安就是头目哈。你们都用嘎吉达安哈，那个什么？
我看文化篇有提到嘎吉大爱，还有呢？领导者。哦，你不用独木哈，但是最好还是不要用独木了哈，桐木。独木，它是日语介词哈。日语。那嘎吉当然就是阿美语了，没有错了哈。对，可是，在古代哈，嘎吉当然，当然每个部落有差别了哈。以法兰奥的话，它应该就是用嘎吉达安哈，因为那个马哼哼你知道吧？那个什么我知道，马哼哼，你知道吗？哈，马哼哼，你是马人的，不知道马哼哼就麻烦了。郭英男知道吗？我知道，好，卢靖子你知道吗？我镜子知道，我听过他唱歌，很好听，对，你看，都是你们阿马嬷兰了。的啊，真的，好好的把你们马兰的文化哈，这些人都是非常优秀的哈。杨传广，你认识吗？杨传广，我那个很厉害的运动选手，对跑呀，步的。所以你看，都是你们马兰的啊，对，这些人都是非常优秀哈。所以，嘎吉答案哈 好，伊拉沙扎，你这个沙扎哈，仍然有哈，仍然有，伊拉沙，伊拉沙扎，伊拉爱护是什么意思？伊拉爱护。还有，所以用伊拉爱护比还较有，好啊。现好，在还有，仍然有，有没有？现今嘛，所以伊拉爱护会比较好。伊拉爱护够嘎吉达安都卡斯卡波多努阿尼亚亚尼亚罗。好，那个爱就是什么样？现在有啊，后仍然还有，有没有？还，所以伊拉爱护我就给你参考了哈。伊拉爱护会比好，较好，伊拉爱护比伊拉哈扎沙扎好很多哈。好，这个书写你看，那就用伊拉爱护哈，好，很好。好，伊拉爱护过多木干多干萨斯拉的伊阿尼尼亚阿尼亚路，好，没有问题哈。基本上好，估好，所以你们的翻译大概都是把它整合起来哈，没有问题。重点就是伊拉哈，伊拉有，它一定要在前哈。伊拉爱护好，没有问题，仍然有，还有哈。多木好，多木是一个日语哈，干萨斯拉哈，跟干萨嘎布是一样哈。伊阿尼尼亚尼亚罗在现代现今的部落也没有问题基本上这个翻译就是跟你的是对应的哈。好，这个很好哈。我是红爱有写的，哦，红安有写，好，太好了。哦，红安。好，这个就，一个是一个是 no 哈，好，伊拉用过多木干多干萨斯拉努阿尼尼爱阿尼亚罗哈，这个也没有问题哈，重点就是孤哈。
然后这个伊拉伊拉埃霍啊，仍然有，还有哈，多木啊，嘎萨斯拉的啊，努属于现今的啊，现代的部落，现今的部落，阿尼尼亚也可以翻成现今的，也可以是现代的啊，现代的啊，努阿尼尼阿尼亚罗不可以哈，伊阿尼尼阿尼亚罗也不可以，一定要叫爱阿尼尼爱，哈，阿尼尼爱，好，不管是伊还是努哈，哦。都可以哈，都可以。好，很好哈。好，接下来是下一句了哈。啊，部落也都有传统的祭仪活动，而且是确实在执行着啊，执行着啊。所以有哈，好是啊，这个两个句子哈，这个两个句子的主要动词哈，是这两个。啊，部落是主持啊，而且可翻可不翻哈，因为它是个转折语哈，你也可以并列啊，并列。而且部落是确实在执行啊，它的完整句子应该是这样啊，部落也都有传统的记忆活动，而且部落是在确实的执行的啊，它少了个主持哈，你也可以加，还可以加进来。也可以合并，啊，好，伊拉哈扎古卡伊里西南，啊，你刚刚话侬聊了。你干物啊，杀素素杀素素啊，名是嘛，都是嘛，啊，杀素素，好，好乌杀，好伊拉哈扎，好也了哈，也有哈，可以，古盖里西南哈，啊，努尼罗哈，那刚刚话努尼罗哈。该伊利西南，侬该伊利西南，阿拉刚刚话侬聊了，尼加哦，尼加哦，沙素素，阿米斯马克多什么？那个什么？嗨，这边哈，沙素素，要不要再加什么？嗯，对，因为它必须要变成是一个动作哈。他说是摁啊，没什么哈，摁哈，加摁嘛哈，是不是加摁？对，一摁。好，一摁哈。摁。嗯。对哈，我他说是摁啊，没什么好，因为它是个连续动作哈，所以重点它是这个 do 哈，它是个及物动词 do 什么？要做什么？好，所以它是个连动词哈，然后又是个及物动词。啥都是问阿弥什么都是么啊？我是么？什么呢？什么？啥都是问啊？弥陀什么啊？弥什么啊？什么啊？这个蛮好的，可以编一下，然后让它绕舌一点哈。弥什么都是么？弄什么？好，尼嘎啊，你这个尼嘎是什么？所以你这个啊，基本上是按照那个顺序在翻的哈。尼嘎。好，而且对是乌，好，确实，好，我现在要硬逼你把“确实”这个字翻出来。你看，大多论就是要将要执行而已哦，并没有说确实啊，
去执行着。现在我就要让你确实这个字你怎么翻会更好。那个现在就希望你能够希望你能够翻得更精准了，基本上意思是对了，但是就是你说确实确实。因为如果你要说令的话后面都要改了，这个就是你要对、啊、要练习的地方。我就放不下去了。不会，你说令我说令奈，好，我说令奈，然后呢好，我们直接改哈，是不是我说对令奈是真实的，是不是是确实的。我说林奈，然后呢？我说林奈，你说都不用了，都什么？不用米说做了哈，要米什么？只是你要改，改怎么改？你米什么不行？我说奈다시마근우수린나이아在执行着，就是已经做了哦。우수린나이다시마근우수린나이아미스마간아간아什么米什玛干就是已经做的，已经做的什么？The mark。对呀，是不是？我说林奈啊，米什玛干啊，什么？是确实在做的事情呢、啊。好，这个翻译最简单的，比你那个上面好。好，当然你还是要加个尼嘎哈。好，就是说，就是你不要想太难的单词、你要用最简单的，然后把它精准的翻译出来。那苏丽奈这个你会吗？你什么干？这个我们都会啊。什么所做的事情呢？你什么干了什么？是不是？好，对，就是我们多练习，就是翻译。其实你不要把它那个单词用的太深而且是很简单。当然，他说做呢，你什么都什么也没有问题。但是下面这句不是更漂亮吗？会不会？对，更漂亮吗？会，谢谢老师。会。很爱哈。아이라자구나노가리등안아应该是这个热嘎嘎哇了哈。那个红爱，你现在只有翻到上句下一句没有翻，你再把它加进来哈。이라자구나노가리등안아热嘎嘎哇哈。那这边呢，如果说是这样子哈，가리등안아리가가와노미아로哈，这样的话上一句就有完整哈，就是下半句你再接一下哈，下半句，而且是确实在执行的哈，你再把它加进来哈，好，书写的是下面这句嘛哈，对，有一个字写错，
好，伊拉扎古的嘎嘎万努伊利信努达多阿善，多多恩古尼尼啊，什么伊尼罗？好，好，多多恩，好。基本上这个翻译大概跟那个扫骂的很接近哈。伊拉扎有古那嘎嘎万努伊利信努达多阿善哈啊部落，现在就是说，你的部落是在后面哈，也没有问题。那现在多多恩古尼尼啊，什么伊尼罗？哈，这件事情。在部落要遵循，好，所以在部落要遵循跟确实在执行这是两个概念，好，当然你用两个句子结构也不会有问题哈，因为你把那个主词姑摆在后面啊，现在就是确实这个字，啊，是确实在执行，哈，那说恩呢？说恩是。将要执行，要去遵循，它的差别在这里哈。所以那个书贤，你看看要怎么修饰一下。老师上面已经有写。哦，好，就是好。如果是按照这个的话，你这个娘肉，好，也可以了哈。我说的那样，你怎么干啊？什么一年了，是不是？好，对。我说的那啊，你怎么干啊？什么好？一年了，好，是在部落是真实的、实际的去执行着这些事情。好，好，那你就自己去调整了哈。好，没问题。好，还有吗？红爱的，哦，那个张默哈，哎呦，好，我们先看红爱的好了哈，他的那个半句下半句哈。在这里，好，你看，民族受爱护过什么可能年了？民族受爱护过了什么可能年了？啊，你也是用句子的概念去显示了哈。民族受爱护，啊，现在正还是在执行着啊，属于部落的事情呢，现在啊还是在执行着，现在还是在执行着，好，可以哦，好，所以你看，民族受爱护这个词就应用的非常好哈。是可以的哈，好，我们看一下那个张默的哈。好，伊拉古比说说多比巴扎嘎丹啊，沙欧布伊尼了，你搞哩啦，说哩奈，咪说说爱多，咪说说爱多。伊拉古比说说多比巴扎嘎丹啊，沙欧布伊尼了哈。啊，这个基本上没有问题哈。现在就是后面这句，你搞哩啦，说哩奈，咪说说爱多，咪说说爱多哈。如果是米叔叔爱杜哈，那个张默哈，要是米叔叔爱杜，
也不太好哈、啊，就是说，就是做完了，就后面好像就是结束了，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是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弥陀说：“哎，那个度怎么改会比较好？”因为你看他的中文哈，而且是确实在执行着，从以前到现在都在做，有没有？他是这个概念，有没有？所以你不能用度的话就结束了，后面就可能没有做了。所以你看他这里，这里看弥陀说爱护，有没有？有没有看到弥陀说爱护？有，嗨，这里。但这个词好就厉害在这里，弥陀说爱正在后还在，有没有？所以你这个度改成后就好了啊，所以那弥陀说爱后就可以了哈、啊。所以这个两个词差一点点，但是就差别很大哈、啊。那个后就是还嘛，那个爱就是正在进行，所以现在还在执行着，有没有？确实，所以那确实，就这样就可以了啊。这样的翻译就 OK 了哈，谢谢。哎，不会哈。好，我们看再下一句哈，下一句。哦，政治制度，好，你看看，你看你怎么翻这个政治哈。啊，部落推举有领导能力的人成为部落头目，而且具有最高的领导权哈。我们试着翻看看哈。所以政治制度你看看你要怎么翻会比较好啊，你不一定要按照那个字面翻。什么叫政治？就是说在我们阿美族的概念，它其实就是统治、啊、管理、啊。所以你不要被政治这个词、啊、你硬要翻成政治、嗯、反而很麻烦。好，这个什么啊？好，这个就比较长了哈。啊，不跟你一生关，都非常乱意啊！没把主瓦古鸟的爱，古鸟的爱，都其他的爱。阿达们说：“马路该给答案，鸟的伊拉哈扎古基督中爱啊，没加给哈好。不跟你借着哈，借着这样的啊，萨关啊，萨关就是。”管、哦、就是管理了、哦、也可以说是统治、哦所以、这个词很好，巴盖尼萨管都非闹乱诶米巴朱瓦、哦、你用巴朱瓦、哦、就是、因为它是个推举、哦、所以朱瓦的意思它是拓展的意思、哦哦、当然你说去拓展部落啊，你看米巴朱瓦，米巴朱瓦古，好、哦，在后面的连接有点问题哈。对，不知道怎么接，好难。嗯、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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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现在因为你看，推举部落有领导能力的人成为部落头目。所以你看，当然就是说你这个词后面八转呢，转了，你不一定要用推举这个字，就是其实就是什么选择嘛，有没有？嗯，选择嘛，你给选择你，对呀、啊，比利恩，不能咪，比利恩，嗯，
好，我们现在直接改哈。好。哔哩，哈。那比利恩是谁在选举？谁在选？部落的人。对，比利恩努。嗯。什么？尼亚罗。不能努尼亚罗爱。努伊。哦，伊尼亚罗爱。伊尼亚罗爱，哈。伊尼亚罗爱。然后呢？古吉。古吉达能爱。嗯。啊，丹少。嗯，好啊，丹少。然后呢？马路。马路。你啊，你要用马路啊，马路跟其他按钮你要落哈。啊，成为嘛哈。对。成为怎么说？成为部落头目要怎么说？用马路不太好。成为，嗯，成为萨嘎，哎，好，成为哈，成为，而且不是他自己成为，而是大家推举他。好啊，巴拉，巴拉什么？阿巴拉，嘎吉达安努尼亚罗。对，巴拉嘎吉达安努尼亚罗，好。尼亚罗。然后后面是伊拉扎过去多钟爱阿米嘎吉，好，且有最高的权领导权哈。伊拉扎过去多钟爱，几多钟爱不够。你看，他叫最高的领导权哦。米拉扎古最怎么说？最高？最萨嘎嘎吗？对，萨嘎萨嘎嘎爱萨嘎嘎爱啊！嘎爱，好，领导权就是管理嘛。米嘎吉，好好，萨嘎嘎爱啊！米嘎吉不行。不能咪了，不能咪了。好，你就用嘎吉嘛。哦，现在就要练习，你就要用这个词，但是你不能用咪了。那个 M 改成什么？老师为什么不能用咪？不行，因为它是个名词词组。哦。萨嘎嘎爱是形容词，后面是名词，你不能用动词。咪的话是动词。改成 B， 萨嘎嘎爱阿嘎比嘎吉。嗯，你要学会这个哈，就是很多的动词要改名词，咪都会变成 B。好，伊拉扎古比嘎吉，什么呢？比嘎吉萨嘎嘎爱阿比嘎吉。好，所以比嘎吉是名词哦。好，好，好，这个就是你没关系哈，反正你就多练习哈，你会看到很多 B 哈 B 的词缀。哦、它的前面不是孤就是多就是奴，要不然就是乌、哦、你可以看看很多这个文章哈，乌的后面它原本是咪，它会改成 B 或者是嘎、哦、因为它叫名物化哈、哦，会变成名词。好，很好哈。哎，哇，其他人还没写啊。所以这个巴拉嘎吉的案，这个巴拉哈很重要哦，使成为有没有？巴拉嘎吉的案有可能是他自己成为，但是巴拉是别人让他成为，就是推举，啊，别人推举他成为，部落的头目，啊，所以这个地方不能用巴拉。再用巴拉比较好哈。
所以这个最高的你也可以是萨嘎嘎爱哈，啊萨阿嘎旺爱都可以哈，萨吉埃兹赖都可以哈，重点是一定要加萨，好萨，因为萨才是最好，才是最。如果你没有加萨的话就不够哈，萨阿嘎旺爱哈最高的哦，萨嘎嘎爱啊，嘎嘎爱也就是能力更强的哈。好，书写好了哈。아우리가가와누구모사마라도무가이고지다는아이아아오마빠띠는아이노이니아로아이이라하자고사카가이아그리스하우리가가와누구모사수이통치의지도하这个词很好啊아우리가가와누구모하很好哈구모本身就有统治统어统管的意思哈아마나도무가이고지다능아이아然后这边哈然后呢마나도무가이고지다능아이오마바디능아이노이냐로아이아也可以然后오마바디능아이노이냐로아이哈이라하자고사카가야그리스哈그리스哈사카가야그리스可以哈如果是我是可以了哈，因为 Greece 本身就是名词哈。好，这个加 B 哈，那个书写加 B， 可能大家会比较同意了，哈，啊，可能会比较同意了哈。那如果三个盖 Greece 呢？我是同意了，但是可能别人会不同意，因为他们会觉得 Greek 是动词，不是名词，哈，好，所以加个 B 可能，大部分的人不会有意见，哈，好。好，红爱哈，好，我们这个。讲完差不多了哈，可以休息一下。红爱的啊，好，沙利克斯努尼亚路哈，所以这边哈那个红爱哈加个乌会比较好哈。好，我上了一个是农鸟了，好，好，把敌人，把敌人都激发上阿来，激打能爱啊，马拉多莫一鸟了，啊，哦哈萨比嘎格里兰农鸟了，好，哦哈萨比嘎格里兰农鸟了，好，现在就是把敌人，把敌人都激发上阿来。你这个词激发上阿来这个词哈，这个没有问题啊。巴迪任多激发上阿来，发上阿来是什么？就是领导吗？还是什么？领导能力。
我们先不讨论这个词了哈，这边要加哈啊哈，或者是乌哈，把敌人都激发了爱哈啊，其他的爱啊嘛啦，多木一年了哈，我哈萨比我哈萨比嘎格里山努年了哈，基本上这样的话。这个单词我要了解一下，发生啊来，发生啊了，发生啊了呢？应该是对这个词应该是有能力啊，因为它是指这个手背哈、很有力的哈、应该是这个发生啊了哈，二头肌吧，二头肌哈、肌肉啊、手背有力量的哈、发生啊了，所以把敌人都去发生啊来啊，几单能爱啊。马拉多木一年了啊，马拉多木一年了。好，我哈萨比格格里山弄年了。好，好，没问题。发浪啊了哈，这个词很好。好，你这边是讲责任兼任，但是发浪啊了，它真正的意思哈。有哈，有力量，有能力了哈。好，我们看张默的哈。伊里格茨努来来哈，伊里格茨努来来哈，这个也可以哈。米巴迪任伊尼罗都吉埃兹来啊，格里山哈，嘎格。格里山阿丹上啊，马拉哈基啊，马拉哈基，马拉基一年了啊，马拉嘎基达安，马拉达萨马安奈啊，啊格里山啊，米古安，好，伊里格茨努来来哈，来来来吧哈，是不是少了一个音？对，少了一个。伊里格茨努来来，米巴迪任伊尼罗多吉埃兹来啊，格格里山啊，等上还没有人提。马拉哈基伊尼罗，马拉哈基伊尼罗啊，马拉嘎基答案，这边有点点小问题。马拉哈基伊尼罗啊，马拉嘎基答案。所以你应该要表明的是。马拉哈基，马拉哈基，马拉嘎基达安。好，后面没有问题啊。马拉达拉马阿奈嘎格里坦啊，马拉达拉马阿奈啊嘎格里坦啊米古安，马拉。嗯，所以你的马拉哈基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哈？完成吗？还是那个成为啊？成为啊？哎，不知道成为啊？不知道怎么翻？成为是吗？哦，你要翻的是成为就对了。所以是成为部落的那个嘛哈、成为部落头目是吗？你要翻的是这个吗？对，可是我不知道怎么翻哈，就是马拉嘎基答案努尼亚洛就好了。好，马拉嘎基答案有没有？马拉基的话就不行哈。那我直接给你改了哈。好啦，嘎吉达安努尼亚洛是不是成为部落的头目嘛哈？对。啊，努尼亚洛哈，马拉嘎吉达安努尼亚洛啊，然后呢，马拉达达马阿奈啊，嘎吉里山啊，米古安哈，成为非常怎么样伟大的嘎吉里山哈。领导，但是就是说，你看，但是，
且有最高的领导权，成为最高的领导权。Manatama anai gu nu所以我给你改哈。巴拉达巴达萨玛阿奈努一贯，好，一贯阿嘎格里善，领导者嘛，一贯阿嘎格里善，好，巴拉达萨玛阿奈，好。你也可以说最伟大的哈，最伟大，马拉达达玛那也可以翻成是最伟大，成为伟大的哈，马拉啊，那个说是最伟大哈，加沙比较好哈，马拉沙达达玛那努比冠啊，格格里善，好，好，好，我的建议是这样子的哈，那你参考一下哈，那书贤。我们休息一下哈，我们休息到就到十分吧，到四十分哈，到四十分我们再上线哈，四十分，八点四十哈，八点四十分就上线哈，好，大家休息一下。
好，我们继续上课了哈。好，我们看一下哈，部落会议是由部落耆老及各年龄阶级的级长所组成，所有的重要决策都需经部落会议决定。那应该这个应该也没什么单词了哈，部落会议嘛哈，会议什么什么努尼亚洛，耆老。哦，年龄阶层级长，级长，你看看哈，级长，这可能各个方言它的级长的意思也不太一样哈，但是就是说，这个重点是那个级长哈，各个阶层啊，嘎萨嘎波嘎萨斯拉，级长，那所有的重要决策哈，决策，决定决策。这个两个很接近哈，决定决策哈。好，这个扫码很好哈，很快的就打出来哈。还有很简单的单词哈，很好哈。乌斯马努尼亚罗，哦，马里登海努尼亚罗，阿杜达邦努，嘎萨嘎布，古米巴迪仁爱哈。乌达拉玛安奈阿达拉玛更伊，萨杜乌嘎吉达安努尼亚罗，古米少西爱哈。这边呢，就是可能这个乌斯马努尼亚罗呀，是属于部落的事物哈。属于部落的事物啊，哦，玛丽登艾努尼亚罗啊，是属于部落的长者哈，玛丽登艾耆老，阿多达邦努嘎斯嘎布哈，和属于各个阶层的头哈，古米巴迪仁艾哈，古米巴迪仁艾哈，所组成的。所组成的，等一下，你看看可不可以用更好的这个单词哈？啊，我达他妈那呀，达他妈跟你说，所有重要的哈，重要的事情，将要做的事情呢，它都全部是该给他按钮了。国民首席哎，去这个讨论的哈。好，那现在就是说，都需经部落会议决定哈，所以你这边呢，就是插这个部落会议哈。那你这边的翻译呢，主要是讲嘎吉达安哈，部落，所以你加个阿杜就好了哈。我嘎吉达安阿杜，什么什么努娘的国民少喜爱，好，那个扫码有没有听到？有，好，就沙杜乌嘎吉达安。阿杜什么什么努尼亚勒国民少西爱就可以了。然后，另外这个，就是这个上面就有了嘛，达邦努嘎萨嘎布嘛，就把这个加进来就 OK 了。现在问题就是米巴迪仁爱这个词，你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词？我想一下。我玛尼登爱努尼亚勒阿杜达邦努嘎萨嘎布古，你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词哈？因为他是讲。组成呢、啊，当然，米巴迪仁爱呢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差一点点哈，差一点点。建立哈，米巴迪仁爱就是去建立的，去设立的。所以，巴丁爱它是偏向这个词性，所以组成呢，
所以这个把它加进来就好了哈。Satu kagitaan atau tapang nu kasaka pot nu nyaro ko mis au si ai. 好，这个加进来就 OK 了。现在就是你把那个，就是我要你去思考，就是 mi pati ren ai 这个词 怎么去，用另外一个词汇比较好啊？看看能不能想出来哈。你想出来直接跟我说也可以哈。我想不到想不到哈，好，当然你要表达的是乌玛丽登艾玛努尼亚，莎什是么不是？吗？好，你看啊，是部落的耆老及各个年龄阶层的级长嘛，哈，级长，对。好，那级长就是，达邦努嘎斯嘎布没有问题，所组成，你看就是组成嘛。玛莎什么的嘛？玛莎，玛莎乌，玛对，用莎，玛莎对，玛莎，玛莎乌西吗？玛莎，看一下书就是写说的。你看到，就是说你下面用这个决策哈，那这些人组成就是为了去做决策嘛，是不是？也就是去做对，决定嘛，哈，所以你也可以用这个词。你看，乌玛里登艾努尼亚罗阿杜达邦努嘎萨嘎波古米萨乌西艾，比明巴丁恩艾更好，哦，有没有？好，会不会更有，好？好，就是你不一定要按照那个字去翻，他们组成本来就是为了决策决定嘛，对是对不是？对。好，就是有时候你会被那个中文字绑死哈，对呀，没有关系哈，这个就是多练习就好了哈。好，好，好，这样的话就比较上下文比较能够接了哈，比较能够接哈。好，OK。那一般来讲就是我会用这个很简单的词哈，个顿，个顿知道吗？我知道，个盾，决策，决对啊，定。决定了，没个顿呢，是不是？没米个格顿，顿，对，哦，没个顿，是不是？你个顿。每个吨都，是不是？你决定，每个吨都达他妈奈啊，达他妈根，是不是？啊，好。都心机经部落会议决定啊，马克吨，你看前面是每个吨，马克吨，马克吨努什么？巴吉达安阿杜达邦努嘎斯嘎布，看这个。很好用的，就跟你用米少西是一样的，米少西爱，就是我修改的部分，就是参考了哈，参考。好，谢谢老因师。为，你还是要以你的方言为主哈，方言单词我们尽量用大家都会的啊，然后去加上词缀，用 me 用 ma 当然，如果你能够用比较深的单词也不是不可以哈，那最好就是字典上查得到的，要不然的话，这个批改的老师他连找单字都找不到，你看他不知道怎么给你写分数了。好，书写啊，他是直接这个会议哈，该给。该 g 就是这是个日语介词哈。看看等下有没有人用阿美语的
会议哈，我们阿弥陀是有会议的，不是没有哈。我该给努尼阿罗耶，我伽拉斯努尼阿罗阿多萨嘎嘎爱努嘎萨斯拉哦，这个很好。古米萨乌不爱，古米萨乌不爱哈，可以。古米萨乌不爱哈。在干扎啊，嘎顿努伽拉斯古达达达达阿盖阿勒玛努尼阿罗阿玛命哈。基本上也差不多哈。该给啊，该给是个日语介词哈。属于部落的会议呢啊，乌嘎拉斯啊，耆老啊，努尼阿罗部落阿杜萨嘎盖最高的哦，大家是各个年龄阶层里面最高的哈，国民少不爱哈，是去聚集的哈啊，所以后面一定要加爱哈。如果是民少不那就不行哈。好，所以民少不爱它就变名词哈。在干这一定啊，一定。一定会决定哈，嘎克顿，努嘎拉斯哈，啊，耆老，古达达盖什马克努尼亚罗阿玛命哈，这边呢，当然我的中文翻译是加了这个，部落会议了哈，主要就是讲部落会议哈，所以那个书写，你把这个改成部落会议的话就没有问题了哈。就是这个哈，在干炸，好，嘎个顿怒什么？该给努尼亚罗。哦，对对对，啊，嗯，这样的话就接得上，就比较贴近这个，对对中文的那个哈，在干炸嘎个顿怒，好，这个嘎拉斯改成该给努尼亚罗，好，部落会议是不是？嗯，啊，在干炸嘎个顿怒，该给努尼亚罗，古达达盖什么？阿玛命，这个努尼亚罗就不要了啊！阿玛命全部，好，这样的话就 OK 了哈。好好，谢谢老师。好，看看这个有没有人用阿密斯的那个会议哈？我们阿密族也是有会议这个词哦，而且，好，该记是日语了哈。好，这个张默的哈，好，他是用啊少部啊，当然可以了哈。哎，好，我有看到了哈。所以我们在看别人翻译的时候，有些单词我们尽量也是要把它啊吸收好，因为。我们如果有阿美语我们就用阿美语哈。如果没有阿美语我们用介词是应该的哈。好，阿诺玛萨欧布古尼亚罗乌亚伊尼亚罗爱啊马杜阿塞古美泽安美泽安。这个。看看等一下怎么改一下哈。扎基多众多嘎萨嘎布哈。啊，杂技多众多，卡萨卡布安乌达拉玛奈多，乌嘎拉吉安多，沙多乌米海爱多努尼亚罗啊，米盖吉安啊，米克多南啊，少布啊，后面可以。现在就是米哈扎安这个词好像有点问题哈。那个张默，有，嘿。每个站是年哦，想到那个年龄啊，对啊，那个乌鸦伊尼亚罗爱阿玛多阿塞古，他就是决定嘛，哈，组成嘛，哈，接组成嘛，哈，是由部落耆老及各年龄阶级长所组成嘛，哈，所以你看一下哈，组成。乌鸦伊尼亚罗爱阿玛多阿塞古，可是那个中间那个逗点要拿掉，老师。哪一个逗点？古古米扎安啊，扎基多松多卡萨卡布，这样会不会比较顺？乌鸦伊尼亚罗爱阿玛多阿塞古，好，对呀、啊，
这样就可以了。乌鸦伊尿罗爱阿玛多阿塞古扎吉多隆多嘎斯嘎布，啊，这个也有点问题了哈，因为它是什么？它是祈祷跟各个年龄阶层去负责，是不是？所以你这个哈，乌伊尿罗爱阿达玛多阿塞阿杜，有没有？好，这个我给你调整哈，阿杜。好，各个年龄阶层的这个级长嘛，头嘛，各个年龄阶层的级长就是头嘛，是不是？所以头你该怎么说？几多？所以你用几多龙爱，对不对？好，我看一下哈，乌玛多阿塞哈。乌鸦伊尼亚罗爱阿玛多阿塞阿多嘎萨嘎布，嘎萨嘎布，所以不能用孤。嘎萨嘎布，这个孤改成什么？好，奴，好。嗯阿萨嘎布努吉图隆爱哦，努吉图隆爱哦，不能砸了哈。就是他们是负责的嘛哈，也可以哈。姑这边说再加姑，姑什么？组成，那组成就是要去决定。你可以用什么？姑米拉吉爱，还是马拉吉爱？好，乌鸦伊尼亚罗爱阿玛多阿塞阿多嘎萨嘎布诺吉多隆爱古，你是用马拉吉爱还是米拉吉爱？好，用咪哈咪拉和吉爱哈。阿努乌达他们阿奈阿杜乌嘎拉吉安杜阿努，看一下这个中文哈。这种出现两次了。所有的重要的决策哈，我们看一下所有重要的决策哈。所以乌达他们阿奈啊，决策。哦，达达玛阿奈啊，决策你会怎么说？你用拉吉也可以。我达达玛阿奈啊，他们的决策是要干什么？去完成是不是？我达达玛阿奈啊，比拉吉案。米格多奈不是决策吗？米格多可以啊，我是现在要用你的单词，比他这样也是可以用。哦，要完成的，啊、哦，要完成的，不是已经完成，是要完成的、哦。但他们阿奈哈，就是重要的，要完成的，所以还是对应到你的翻译哦。好、哦，我但他们阿奈比他这样，啥都哦，怎么样？所以后面就是还是要改哈，沙杜，最后都是什么？都是部落会议决定哈，部落会议决定，沙杜乌，所以用哈意的话哈，所以沙杜乌比乌米克多难哈，乌米克多难哈，沙杜乌米克多难。这个可以往前。米格多难诺什么？会议？改记是不是？米改记按诺。
这个多纳努该给就可以了，属于会议所决定的。努什么？沙乌布。哎，沙乌布或尼亚洛都可以哈。沙乌布或尼亚洛都可以哈。努沙乌布，哈，后面就不用了哈。谢谢老师。啊，努玛沙奥布古尼亚罗哈，乌雅伊尼亚罗埃啊，马杜阿塞阿杜卡萨卡波特诺吉多隆埃古米拉吉埃啊，乌达达玛奈亚比拉吉安，沙杜乌麦克多纳努盖基努沙奥布，好，这样应该有比较顺了哈。有，谢谢老师。啊，好，不要客气哈。好，应该还有哈。好，红埃的哈，哎呦。阿洛出现了，哇！阿洛，你腿很短呢。好，苏布哈，这个就是阿美语哈。这个词我希望大家都会哈，因为老师我腿很长啊，你哪里长？你都迟到，怎么会长？腿短的都是迟到。在开车，刚刚啊，小心了哈。我说不，努尼罗哎，好说不，好说不，这个词哈，这个说不就是我们阿美语哈，所以这个词你要学会哈，不是说不要用该记，因为我们有阿米斯的话，我们就用哈。我说不能聊了哈，我们等爱阿多大帮诺卡萨斯拉斯拉拉斯拉斯拉拉，古米巴蒂人爱，那伊拉古达达达阿爱阿斯玛，我把该你伊说不能聊了阿巴比格顿，啊，很好哦，哦，这个就非常顺哈。我们等爱阿多大帮诺卡萨斯拉斯拉拉哈，古米巴蒂人爱哈，当然你，所以，你还是用于巴迪的爱了哈。好，这个词呢也可以改一下哈。阿诺伊拉古达阿爱爱，大的事情哈，重要的事情哈。我巴盖尼会将会借着哈，借着什么？伊苏布会议，诺尼亚罗属于部落的会议，阿巴比克顿，然后借着这个会议去决定哈，巴比克顿哈。所以他用这个巴比克顿很好哦。啊，巴盖尼这个词也很好哦。巴盖尼这个词啊，巴盖尼啊，巴盖拉啊，都可以哈、哦。那现在就是米巴迪人爱，好、啊，那个红爱嘛哈，你巴迪人爱看看你有没有比较好的词哈、啊，比较好的词，你看就是它的中文是这样的哈。部落会议是由部落耆老及各年龄阶级的级长所组成，啊，所组成这个概念，哈、啊。当然，你是建立的哈、啊，你讲的是建立，啊，组成跟建立有点不太一样哈、啊，就是看看你有没有别的合适的词，你不一定要按照那个字的组成，哈、啊。好，你思考一下哈。啊等一下我们再回来，我们先看一下啊，那罗哈，好、啊，你看他用了澳洲，你看这个就是也是阿密斯哦，啊，这个词很好哦，好，乌拉沃准努尼亚罗，乌卡拉准努尼亚罗，阿多卡克里萨努卡萨斯拉拉，古米是奥布埃哈，乌达他玛阿奈什么古比纳克顿，努拉沃准努尼亚罗阿玛面哈，比纳克顿，哦，嗯，用比纳哈。好，基本上没有问题了哈。拉奥兹，拉奥兹也是会议哈，拉奥兹也是会议哦。
啊，所以苏北拉奥兹哈，拉奥兹应该是海岸比较居多了。苏北呢，可能马兰跟恒春大概用苏北这个词哈。好，拉奥这个词也可以用哈。比那个顿，那个安道，你为什么比那个顿？比那个顿，我之前都有听过老人家会讲这个字，哦、所以它是什么意思？就决定，决定了。那为什么叫 IN 呢？它变成是巴格顿哦，巴格顿努拉乌兹，然后又加个 IN 啊，比那顿。我不是说你用错了，你要会解释我的意思在这里。为什么是比那？不是比那，是比那。嗯。所以我以前解释 IN 是什么东西？消化、吸收。哎，对，他们是深思熟虑的决定，会议决定。那个 IN 在这里是这个意思。他们的会议是经过很多的吸收、消化、融合之后所决定的。这个 IN 的意思在这里哦。所以这个字这么深，你要会解释啊。我不是说你错了，为什么说 IN 啊？好，所以构词法你要好好学啊。好，那个红爱那边有没有什么？啊、哦，没有哈，还没出来哈。红爱怎么样？有吗？红爱不能讲话。姑没啥，我不爱哈，他用改成姑没啥，我不爱哈。好。因为啊，确实用米少不爱比较好。为什么？因为是这些人所组成啊，所聚集的。巴迪伦爱呢，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没有那个啊，米少不爱更好哈，少不爱哈。米少不爱哈，用这个会更好了哈。好。好，我们看下一句了哈。好，社会制度有完整的年龄阶级，上层阶级督导下层阶级，哈，下层阶级要服从上层阶级，啊，其实这个就是练习翻译了哈，共同推动部落各项事务，哈，啊，就是这些中文呢，我有给它修饰过哈，那你就是参考哈，这样翻译会比较好翻，啊，比较好翻。社会制度，啊，前面是政治制度，现在是社会制度，啊，就是在我们阿美语来讲的话，这个概念不是很明显哈，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官僚体系，没有，啊，我们主要是长哈，年长跟年幼的这个概念，啊，不是你是官，你是兵，没有。啊，所以这些制度呢，我们没有那么明显的区隔化。啊，如果你是官，那不一定年长，所以我们没有这个概念。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文化。所以有时候我们的翻译要偏向我们的文化面，啊，不是按照汉族的那种，啊，或者是西方世界的那种概念。好，扫码翻好了哈，很好哈。好。乌努夏盖阿特玛基伊拉古马鲁兹盖阿卡萨卡布，啊，米巴西凡纳古卡法法，啊，卡布
都嘎啦人，每等一人都说了，嘎巴巴，都嘎啦人。马拉扎发呀，米朱瓦多马萨马阿玛奈阿拉玛努尼罗，好，这个用词非常简单哈，但是翻译的都非常好哈。好，那乌夏盖努什么？好，乌努夏盖阿什么一？好，就是说那个我龟毛一点哈，因为夏盖是日本话哈，社会，好社会，啊，不是说你翻错了哈，就是说。你有没有阿美语对应的词、啊、看看能不能替代。伊拉古马路之盖啊萨嘎萨嘎萨嘎布陶有完整的、啊、年龄阶层没有问题。米巴西巴纳古嘎巴巴啊嘎布都嘎拉任这个上级的阶层、啊、去教导都、啊、嘎拉任、啊、下级下游。啊没等你去听都说了呢嘎巴巴啊古嘎拉任下集啊要去听啊嘎巴巴的话啊马拉扎费啊一起啊推动米中万啊都马萨马阿奈马萨马阿奈啊各项事务了啊阿斯马克姆聊了啊现在就是龟毛一点看下盖你看看有没有比较对应的阿美语还有下盖是日语、啊、你看看有没有不一定是你要不是你不是一定要按照那个字翻就是你要知道这个概念、啊、就是怎么去翻然后用阿美语也可以、啊、试看看、啊、那个什么、啊、你试看看有没有相应的词、哦啊、我们现在就是练习你翻得这么好、哦、但是我就是要挑毛病嘛让你更好嘛。Final lano, final lano, nearu asmak. Uno, final lano, nearu asmak. 好，这样的话就是你要稍微修改一下，怎么会比较对称？嗯、你的概念有了、哦，但是这个词组应该怎么建立会比较好？怎么它的前后顺序？乌乌什么 ？Uno, final lano, uf, u.乌菲纳拉努尼亚洛阿什马克一，其实不用，你这个小盖改成菲纳拉就好了。哦，问题是顺序要调整。乌什马克努菲纳拉一，对，就是这样。乌什马克努菲纳拉属于。属于部落百姓的事物那就是社会制度啊是不是、啊、社会对对对、啊、对对你现在就是要不断的练习哈就没有问题哈乌什马努菲纳兰是不是那就不是更漂亮吗啊哇这样就 OK 了是不是你就不要用小盖哈乌什马努菲纳兰一二、就算了完全都是阿美不要用介词啊好这样就漂亮了哈就是你这个不要被那个中文的字框住你框住你有时候就翻不好你不一定要社会这个字哈就是我们有时候稍微那个思考一下哈好、啊、书写的哈出来了哈。好书写这个也是一样哈我刚刚问努相盖哈你看你觉得用哪个词好可以哈一样哈伊拉公哎呀呀嘎啥斯拉里尼亚路有哦哦米公木古嘎方法啊斯拉多嘎拉的麦哈米多做古嘎拉的麦啊斯拉多嘎方法外哈马拉扎费
米巴罗瓦多玛萨玛阿玛奈阿兹玛古鸟肉，好，没有问题哈。现在就是伊拉贡阿亚阿嘎萨斯拉了啊，伊拉贡阿亚嘎萨斯拉了，完整的哈，完整的，好的啊，也可以哈。伊拉贡阿亚阿嘎萨斯拉哈，没有问题哈。那基本上就是说，下盖也不是不可以哈。那嘎嘎万努，你这个下盖还不如什么？我的嘎嘎万努鸟肉不更好吗？啊，努菲诺兰鸟肉。不一定要按照那个字啊，那这是部落的嘛，部落的什么制度嘛，那就是社会制度嘛。好，好，好，那个苏显，啊，就是不一定要用 finalan 呢、啊，就说你看这个字，就是我们不要被他字被他的字绑死。那部落属于部落的制度，那不就是社会制度吗？属于人的制度，那就是社会制度啊，一样的概念。啊，当然我不是说你翻错，就是因为它是外来语。我们尽量用我们的语言，哈、啊，所以你看，我的嘎嘎万努鸟也没有问题啊、嗯，完全没有问题啊。好，就是这样子哈、啊。好，太好了哈。好，我们看，好，张默的哈。就是我们的翻译也不要被中文绑死哈，就是一定要从有时候从，因为这是我们的文化，我们要从我们的文化角度啊、去翻译啊，会更贴近我们的语言哈。好，乌来赖努峡谷啊峡谷啊社区哈峡谷哈，乌来赖努鸟肉会更好啊，乌来赖努鸟肉会更好哈。伊拉多古嘛松伊拉爱。伊拉多古玛苏林啊，苏林啊，松伊拉爱多啊，巴嘎巴嘎尼，巴嘎巴嘎尼和扎安这个词哈，阿纳奈啊，哇，这个词厉害啊！等一下哈。伊拉古努嘎发发啊，巴西番爱。伊拉古努嘎拉任啊，巴西番爱。我嘎拉任，嘎鲁，我嘎拉任吧，应该是嘎拉任哈。我嘎拉任，嘎拉任哈。我嘎拉任哈，这边要停顿啊，没说住多努嘎发发，好，这样就可以哈。马拉。马拉兹在古比什马哈，马拉兹在，马拉兹在古比什马伊尼亚罗，都加沙西罗马西罗马罗什马哈，伊拉古努加法夫啊巴西番纳，岸，用岸比较好哈，不能巴西番的爱哈，教导的事情嘛哈。他教的是伊拉古努啊，伊拉古努嘎拉任啊，巴西番的岸哈，要教导上级的跟下级的哈，用岸比较好哈。啊，乌努嘎拉任啊，米珠珠多努嘎巴放哈，这样的话就衔接了哈。当然，每一个上层下层都有他们要学习的事情。好，当然后面接了，米珠珠多努嘎巴放。乌嘎拉任，米珠珠多努嘎拉放放。这样的话就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巴嘎尼和扎安，巴嘎巴嘎米和扎安，巴嘎米和扎阿纳奈。所以你的这个词哈，就是说，这边是对不上哈，有完整的年龄阶层嘛哈，你应该是要翻这个哈。马苏尼拉爱多古马苏哦，伊拉多古马沙马苏尼拉爱啊。大概不能用读哈，啊，完整的什么年龄阶层嘛哈，马苏尼拉爱啊，所以你用这个可能不太好哈。完整的什么年龄阶层嘛，啊，完整的
年龄阶层哈、啊，所以应该就是啊，马松伊拉爱啊，嘎萨嘎布就好了哈。这样的话就对应到这个翻译了哈。好，那个张默没问题吧？没有，谢谢老师。好好好，所以你是按照那个字了哈，年龄阶层哈，对。巴嘎米扎阿那奈，好，这个词蛮好的呢。借着年纪。借着年纪哦，巴嘎米哈扎阿那奈这个词哦。好，阿若，好，好，我的嘎嘎万努尼阿若伊。哈、啊，好意好，又讲个好。伊拉古萨萨冈阿亚啊，嘎萨斯拉，伊尼阿罗，乌米古莫赛古嘎法法外啊，斯拉多嘎拉的麦，乌米苏苏爱古嘎拉的麦啊，斯拉多嘎法法外，马拉扎外阿米米祖克罗多达拉玛阿玛达拉玛阿玛奈啊，斯玛古尼阿罗。好，基本上啊、好，很好哈，这个。沙冈阿阿亚呢不太好啊。伊拉古嘎沙斯拉里尼亚洛好，你是完整的年龄阶层嘛？是不是完整的年龄阶层？沙冈阿阿不行，沙嘎不行，沙嘎有点因着什么原因而好，好，怕有这个概念在。所以怎么改？来喽！哟，三个哎呀！对嘛？是不是啊？哎，跑哪去了？哎，三个哎呀就是最好的嘛，最好的就是完整的嘛。那哎呀，三个哎呀最好的啊，嘎啥啥啦？好。沙冈阿亚的话就有点怪怪，就是它是不好的，然后因为要让它变好，它有这个概念在。用沙嘎的话，好，沙冈阿亚就是最简单的哈。好，我们再看一下红爱的哈。好，他用啥的个字哈？啊，我啥的个字？侬念了？哎，伊拉古嘎啥斯拉了？妈咪古安古啥个个爱啊？斯拉多啥啥发爱啊？斯拉了？哦，啥啥发爱啊？斯拉了？伊啊，妈咪说说多啥乌做了？侬啥个个爱啊？斯拉了？妈古莫。米达斯马多斯马克努尼亚洛哈，好，我们看一下乌沙利格斯努尼亚洛哈，作为团结也可以说是制度哈、当做那个沙就是当做也可以利格斯可以是制度，也可以是团结哈、这边当制度哈，伊拉古嘎沙斯拉哈有各个阶层啊，马米冠古沙嘎嘎亚斯拉多沙沙法埃亚斯拉哈，最最高的了哈，你这个就是最高的阶层要去管最小的阶层，就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哈。那基本上啊，你去思考一下哈。好，乌沙沙法亚斯拉利哈，马米说说都少做了，少做了哈，当做差遣的差派指示哈。努沙嘎嘎亚斯拉哈，马古莫，好，这边就衔接这个地方，马古莫，马古莫，然后米沙什么？
这边有一点点问题。马古莫哈米萨什马多什马努牛肉哈，这个中文是共同推动部落的各项事务嘛哈，共同推动哈，马古莫。马古木，先啊，马古木啊，米萨什马，哈，多什马克努尼亚罗，哈，马古木啊，米萨什马，多什马克努尼亚罗，马古木啊，米萨什马，好，一起，好，统合，哈，马古木可以说是统合啦，也可以说是共同，哈，去做。属于部落的事物，哈，马古木啊，米萨什马，马古木，马古木塞，马古木塞啊，米萨什马多，好，基本上应该没有问题了哈。马古木啊，米萨什马多，什马古尼亚罗，哈。如果以这边的挑毛病的话，就是说。萨嘎嘎爱哈，因为它是上阶哈，上阶不是最上阶哈，上阶下阶哈，所以那个红爱嘛哈，啊，你就听就好了哈，所以我建议你用嘎发发哈，嘎发发是啦哈。嘎发啊是那跟什么？嘎拉任啊，嘎拉任。你把这个改成这样的话，就因为沙嘎嘎爱就是最高的，沙沙发爱是最低的，好，这个差别在这里哈。你把这个沙嘎嘎爱改成嘎发发就好了，嘎发发就是上级，好，上阶。上面的阶层，哦，是那的，没有问题。那沙沙发爱呢，你改成嘎拉任，啊，就 OK 了哈。好，因为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哈，还有2分钟，看看有没有什么要交流提问的。其实我们翻这些东西哈，翻习惯了，应该就会越来越顺哈。其实翻译它的重点就是在连接的时候，就是。用啊怎么连接哈？用 nu 怎么连接？用 du 怎么连接哈？这三个非常重要哈。所以啊是什么概念？nu 是什么概念？du 是什么概念哈？你可以在我们过去已经翻过的文章里面去做对比哈。为什么这个是啊？词跟词之间为什么是啊？为什么有 nu？为什么是 du？哈，你这个三个词哈，三个词的连接概念哈，如果你很熟练的话，你的翻译就会更顺畅哈，会更顺畅啊，这是我额外提出来的哈。那你也可以参考现有的这个文化篇的这个九阶教材哈。或者是我们之前有在文章上修改过的哈，你去做对比哈，就是很简单的工作，就是说如果你愿意做哈，你把啊有啊的词组把它挑出来，有 nu 的词组挑出来，有 du 的词组挑出来，你慢慢的去学习。你会进步得更快，你的掌握度会更完善。为什么这个地方要啊？为什么要 do？为什么要 nu？哈，就是
这个三个词，啊，扣掉孤，啊，孤是动不了的，但是变化就在阿跟奴跟都，啊，所以是有人提问题吗？啊，好，红爱就是鸡大发，鸡大发啊啊，鸡发大啊，鸡发大啊来，改成鸡一奴龙爱哈，一奴龙就是负担承担哈，一奴龙一奴龙就是扛在肩上哈，变成负担承担，也可以说是责任哈。但是我也不觉得你用鸡发大啊来这个词不好哦，我也觉得可以哦。因为它是个力气肌肉的意思哈，就是表示我们手背很有力哈。好，可以哈。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好，好吧。谢谢老师。朱建，我们就下课了哈。好，大家辛苦了，谢谢老师。OK， 好，拜拜，大家辛苦了哈。拜拜。好，拜拜。